对对对对。哦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我要从这走走过去啊！我操！哎，跟他说不要再出来人了。哎呀，你跟他商量就行了。然后他这边给我一千二，我说我问一个宽。好，开始搞吧，搞吧，搞吧。对，这个他这边什么样的方案在弄呢？啊，小三在弄的方案可以不？看，那就弄吧。再买一个。我已经叫他专门干活的人。没办法，要不到时候把它踢掉。不知道，现在还不知道。这上面其他地方就不拍了吧？那火吧，我也不知道，你自己感觉呗。这下料地方要不要拍啊？下料的要拍一下吧，要不拍的话没事。那料落下来到前面，这样子排队，刚好行。要不要从料开始拍？啊？上面料怎么往下走？这样子。这我上不去了，现在。好，往下走。亮了。